来，我们今天讲的是题目啊，第14章的题目啊。来，这一题，求解方法，UP 等于400，然后二 cosine 30度等于692.8，交二。接下来我们讲 US 等于负的1/2，然后30，25，2.5m。遇到英文出题，我们就找数据，把数据全部找到。1/1，30，0.5的平方等于-90，焦耳，UW 等于-98.1牛顿，然后二的 sin 30米，度米等于-98.1，焦耳。Total work，这个 UP 减掉 US 减 UW，把数据带进去，最后得到505焦耳。下一题，哪些题？BB 等于12.1米除以秒，好，Zoom B 等于6.67米，那 NB 等于40乘上9.81。等于40，然后6.67与12.1，好，那 NB 等于1275.3。然后等于1.28kN，OK，好，第九题，先提示哈，BB 等于13.5米除以秒。T 减掉8000，9.81牛顿，cosine 15度等于8000，然后20/3.52的平方，好，最后等于149kN，T 等于149kN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